样子啊。哎，你穿色。来喽。奶奶，你两个不起来，你两个醉的跟什么一样？你跟我说起来喽，很冷吗？感觉在厕所，我不知道在吐还是在睡。起床！起来了。凯凯，起来了。老实说，要喝奶茶。跳这个什么？你要这样去？那个叫什么？弗朗明歌舞啊！你要这样去啊？什么呀？弗朗明歌舞。哟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有泳衣啊。我觉得你还是换个泳衣会比较好。就直接穿泳衣去就好了。我泳衣在你，在镜子里面。你直接穿泳衣出门就好。真的啊？直接穿泳衣出门。你这样可这样去水上玩呢？你这样完全。那就玩水上，我再换这套。啊，好了，你好一点。我来换一点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在垦丁的哪里？南湾。哇，天气超好的啦，蓝天蓝，白云白，天线宝宝，哦，山好看哦，等一下，强哎，好凉哦。不太冷，不会太热。哦。我们等下冲一次好，因为梅子没有参与到，我们上来。小学生呢？好，来，行，行，行，好看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。哦哦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小朋友，还有没有？好了，走，快点，走。好，行。呀，走。走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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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样那么猥亵吗？刚刚你的那个如意啊。嗨，小朋友。嗨，嗨。我应该是无用点的哦。菜啦。那你们要吃什么？汉嫂，汉嫂，汉嫂，汉嫂。哎，
哎、欸，好了、哦。好，这么快。对啦，我们现在哪里？阿星剩一片，剩一片。阿星剩一片。传说中吃十片只要多少钱？200。来，200的动和100的鲑鱼切在一起啊。对啦，各位观众好不好？传说中，40块。老饕，老饕。来，先吃。这个我真的觉得会吃到吐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这只一盘，我们点了两盘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这是我唯一敢吃的。我鲑鱼哎，鲑鱼可以吧？其实是可以，但我不是就生的还好。不小片，而且很厚。现在是美食部落客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好认真在吃哦，一点羊骚味都没有。其实数量有点多，还买一桌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东西还没上。不是，重点是他们已经先吃掉好几盘，然后已经先收走了。这等会使啊，这个哎没办呢。使用完毕的一个心得感想，用刷、啊。用刷、啊，加料啊，加刷啊，吃干抹净就可以跑了。也要付钱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刚那一顿我们没吃完，还有3000多块呢。三千多而已啊，三千多。哎呀，还好那么多人。除下来一个人300块左右，哦，干的，好好吃。哎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吃生鱼片之大盘，推了，蛮推的。他快把整条鱼都搬上来了，真的好吃。阿星，阿星，真的没办法，今天没办法，一定要吃。好吧，我们要去下一站哦。下一站 ，Let's go。终于上高速公路了，高雄，高雄。好，几站高雄，下一站高雄。多嘞，是吧？我乱讲的、哦。出发。测速照相。慢哦。你就一定要跟在人家后面。人家开我前面。啊？看到吗？不知道，没看到，不知道眼馋吗？看到没有？都开自动导航了，自动跟车了，他妈的还在那边，完全没有在注意路况的。下一个动作要干嘛？可以吗？又在磨。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些些就好？里面那个。不敢了、哦。你要这样。哎呦！怎么了啦？惊到。哎呀，你买香水输了。湖？这是湖 ？Yes。好吧，这种辐射在这里就不太适。干嘛啦？好，这背景是蒙阿波的。你要介绍一下，说你现在哪边呢？介绍一下，现在吃砍楼。安平啊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在赤坎，哎，不对，安平古堡老街。老街啊！我刚吃太饱了。刚吃丹丹，吃太饱。那边嘞，那我就找他们了。抓。他困觉嘞，都电。没电了。太累了。啊，多啊，带你跑几公里，够我跳跳。哎，人伊就做落去啊，来，来，水走，走落去啊，来。
很凶哎。来，妹子，介绍一下这里。这里是台南最大的古迹，安平竹坊，在老街里面。老街里面，好。那位张妹妹，她都没有问题。没有。哎，然后去玩一下那个实验的那个玩。还没散呢。10块啊！十块。10块。要吗？要30块。现在是要试试看谁的手气比较好。在玩吗？来哦。你要投10元哦，按就可以。好。2球。口味的。糯米口味的。没冰，两球二三分，好，谢，可以了，来合作。你要什么口味的？两球，几乎了嘛，两球。我要凤梨跟酸梅。来，不如让我来试试，不如让我来试试。两球的量，差一点。牛奶两个。投进去就好。对，拿按这个。好。五球。两球。酸梅跟牛奶。要我跟来哦。5球啦。两球。好，牛奶跟巧克力。2球。来吧。对。快3球，最多5球呢。你要什么？2球。一样，凤梨跟酸梅要。不好中啊。好，试试看。39哎，我要试哦，快点吧。三九啦。我要啦。25球。啊？真的假的？5球。是不是被打脸？5球。这个。哎呦，你看头家牛毛的出家呢呀！真拿5000吗？老灰哦，这么好吃哦！有这么好吃哦？我家。痛哭流涕耶！嗨，有，我们是红灯右转，我们是第三车，我们这次出来总共出了四台啊，4台吧，三台，你哥一台，开放一台，我一台，又不一台，4台车，我们是4-3号，那我们现在人在回家的路上，这阳光普照。就知道我们是带着一个美满的心情跟闷热的心情，冷气坏了，冷气坏了，跟冷性有跟没有一样。可是没关系，我们心存感激，人家毕竟没让我们着火嘛。没有。对。那我们是充满了非常多的经验愉悦的心情要回家了，还要面对明天的工作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啊，明天现实，我们来了，再见。明天现实见。忘记说了，我们还没庆祝小智世界冠军，恭喜！可以去接比雕了。比雕没有，他没有想到比雕是什么？皮卡丘想起来了。皮卡丘也想到了，渣男小智，渣男智，恭喜你！